兵请启动，我们轻启气球，哇，看到了，平安相伴，共度璀璨。在基隆市长林佑昌与黄信中心会主委黄丁峰等人共同启动下，传承168年的基隆中原祭将从7月28号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祭典科仪。在疫情趋缓下，重头戏放水灯花车游行也将重现暌违2年的枫街徒步游行盛况。我想暌违2年了，我们基隆中原祭在今年，那要来恢复这个彩街的游行的一个活动。那当然呢，我们还是依照防疫的指引哦，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全程来佩戴口罩。那我们也已经规划好，然后今年的一个整个中原祭非常的一个精彩啊，所以也趁这个机会呢，邀请所有全国的民众，在这个中原祭的期间哈，可以到基隆来一起参与这一场文化的一个飨宴。今年族谱姓氏黄信中心会也相当用心，包括海洋广场及市民广场都设置有别于以往的装置艺术。我们是海洋城市，但挖海尤其海洋广场就是平的基隆港，所以我们设计一条那就不会鲸鱼啊，那我的名那个设计的主名称叫做精彩一生年年有余，鲸鱼精彩一生年年有余。那这个鲸鱼啊，哦，这是完全是装置艺术。从7月1号开始，每天晚上的7点、7点半、8点半，一天四场的灯光秀。再次开放民众参与基隆中原祭活动，主办单位也首度携手知名干拌面品牌推出限定联名商品，希望民众在中原祭期间吃拌面保平安。族谱黄信中心会与干拌面业者更联手捐赠超过3000包平安拌面给基隆市社区关怀据点、食物银行及仁安基金会，实践中原祭博爱普施的精神。今年取平安相伴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跟拌面的第一品牌蒸拌面合作，我们推出了中原普渡包，我们也结合了中心会跟企业团体，我们会一起捐出3000包的平安的普渡包哈，希望让更多的弱势团体都能够知道我们中原普渡这个普爱济施的一个概念。近年来成为中原祭亮点之一的族谱坛开灯放彩，今年将由基隆在地北馆、基隆聚乐社一组与台北爱乐交响乐团等单位以中西合并的创意方式演绎中原祭族群融合的意涵。林佑昌更宣布，小英总统已经允诺将出席8月9号的开灯放彩活动。我也特别邀请蔡英文总统，总统也答应在8月9号我们族谱坛开灯放彩的当天，总统会莅临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年的基隆中原祭。基隆市文化局方面也将针对开龛门、开灯放彩及释放水灯头等祭典活动提供线上直播服务，让无法亲自到场参与的民众也能透过镜头感受现场热闹气氛。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